巴黎峰會拉開序幕，而在紐約，環保人士在昨日上街遊行，要求採取更積極的行動，應對全球變暖問題。環保人士在馬頓市政廳集合開始遊行，組織者消息一共有5000人參加本次活動。環保人士希望市長推行更環保的政策，希望巴黎峰會各國接受減排目標，將全球氣温的目標升幅由2摄氏度降低到1.5摄氏度。他們希望排放污染物的企業可以幫助發展中國家應付氣候變化帶來的問題。昨日全球範圍有几十万環保人士進行了抗議活動。紐約州前眾議長蕭華貪腐案進入陪審團審議階段，而今日又有一名陪審員要求退出，令到整個案件的審理更加曲折。感恩節週末過後，今日陪審團又投入到案件中來。美聯社報導，一早就一名陪審員向法官要求退出本案，理由是近期發現有利益衝突。而上週陪審團啱啱開始審議不久，就有另一名陪審員稱在陪審團內受到壓力，要求退出。不過法官駁回了他的請求。感恩節前，陪審團在週三進行了半日的審議工作。本案中蕭華被控收受數百萬元回購，如果罪成，最高被判20年監禁，而蕭華否認有關罪行。市會今日開會討論市長白思豪早前提出的減少政府樓範圍暴力犯罪的行動計劃。去年以來，政府樓內發生的槍擊案增長31%，而全市範圍內槍擊案呈下降趨勢。去年白思豪公布一項新的打擊犯罪計劃，包括將向全市10個最危險的政府樓派更多警力。受訪的政府樓居民表示，更多的警力會令到他們感到更安全。這項計劃需要1560萬元撥款，明年預期會得到更多的市政府資金。人體每日攝入的鹽分太多，對身體是有害的。為了鼓勵健康飲食，從本週起，全市連鎖餐廳內含鹽量高的食品必須做出標識，以警示消費者。從明日開始，全市的連鎖餐廳內凡是菜單上含鈉量超過2300毫克的食品，必須在品名旁邊標上這個鹽罐的圖標，說明該菜品含鹽量超過1茶匙。衛生官員表示，美國人平均每天攝入3400毫克鹽，這樣會導致患高血壓和心臟疾病的風險升高。但是餐飲業者就說，現在聯邦政府已經制定了新的全國標準，紐約市就不應該再獨立制定計劃。這項計劃從明日開始實施，明年3月1日起，並沒有實行的餐廳將會被罰款。亞裔唯一灌錄全部樂聖貝多芬35首鋼琴奏鳴曲的韓裔鋼琴家鄭賢理，日前在馬頓卡內基廳演出個人音樂會，展現他多年對貝多芬曲目的研究心得，並邀請研究出貝多芬32首之外，早已寫了3首鋼琴奏鳴曲的英國曼切斯特大學教授庫珀到場說明另外3首鋼琴奏鳴曲的理由，讓貝多芬的音樂才華被世人知曉。世界聞名德國作曲家亦都是鋼琴家，樂聖貝多芬32首鋼琴奏鳴曲廣為世人知曉，但幾年前英國曼切斯特大學教授庫珀研究發現，在貝多芬少年時期作品中的3首確實是遵從鋼琴奏鳴曲的基本結構，並認定是一共有35首，對貝多芬情有獨鍾，希望能夠將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全部錄製完成的韓裔鋼琴家鄭賢美，在庫珀教授協助下完成心願，在今年將貝多芬35首鋼琴奏鳴曲全部灌錄完成，22日在紐約馬頓卡內基演奏廳舉行個人獨奏會，並邀請到教授庫珀特別從英國來到紐約說明認定貝多芬另外3首鋼琴奏鳴曲的理由。當晚音樂會上座無虛席，鄭賢美的琴藝獲得觀眾好評。在會後慶功宴上，鄭賢美和教授庫珀兩人相見歡並交流研究心得，
在受訪時一致表示，希望透過這次音樂會還原貝多芬的35首奏鳴曲，讓世人知曉貝多芬的音樂才華。